员万岁，我是影子。歌佛比赛随守卫，保护船员盾家队，看好身份再出发，收集证据找内鬼。我能打眼神不用吗？哎，白的咋死的？绝了，这就没了。这总统有个问题啊，有医生你拍报告我就有点离谱了。红色大概率是小丑啊，你看到青色刀人了是吗？那听听这个青色怎么说啊。红色，即便你是小丑，等一下我给你真实的就对了。听黄色的意思啊，他狱卒。天地良心啊，在等待餐厅门开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站着，紧接着呢就报告了。老话我有到达安心任务。卡奇有点像小丑好吧，为什么不报身份啊？卡奇是有体检的，你为什么还怀疑他是小丑呢？就是因为卡奇说青色是内鬼吗？我相信卡奇不是朵拉，咱把青色先投了，出来之后拷问浅绿。我还要打个陨石吧。哎，谁跳管道了？这他是小丑啊，那就摆烂了呗。欢迎，你追我干啥呀？影子打陨石了，我看见了，好吧？啊，对，我打陨石了。OK， 虽然浅绿你在保我，但是我仍然不能排除对你的怀疑。我看到那个青春绿跟青色弃票了，所以说我感觉青春绿是内鬼，紫色贴人有可能是恶魔。同意。这一轮先弃票啊，当时是黑灯了，我是不敢去修，所以说我是选择跟一个可信度高一点的人。先别投，先别投，万一棕色装小丑怎么办？棕色是小丑，装小丑可能性特别低，因为开局就一刀，他要是那个刀完人的话，早该跑了。这边谁还自己自掏腰包钱？行，听独一的，把那个青春猎投了，给卡奇上个盾吧，毕竟他体检了嘛。我把我的伙伴给，哎，这黑色怎么不修啊？黑色估计做任务一直那啥就失败了。你是恶魔。黄色幻玉死了，黑色跟幻玉在一起，我先把那个绿色给救了，救完之后的话这个绿色就按报告了。哦，我这边老兵来保证没被找。到底谁是内鬼？出黑色吧，至少有三点可以断定他是内鬼。第一点啊，你在反应堆，然后假装做启动反应堆的任务，那时候其实反应堆已经被破坏了，正常情况下你不应该马上停止任务去修反应堆吗？当时我还说了他在那儿死磕那个任务嘛，然后后来我出来之后幻翼就进去了，他有可能要招募你，然后你反而把幻翼给刀了呀，然后黑色你上把还弃票投黑色吧。他应该是想啊，是那个尴尬，一本正经的一通胡说八道。那黑色你为什么弃票呢？然后你为什么不修反应堆呢？黄粉蓝卡奇我们在一起，报告一下看看。哎呦，哎，这是谁？有没有死人？有人死，这不就好办了吗？黄粉蓝卡奇我们在一起，那排除完了之后不就剩绿色跟樱花粉了吗？对呀、啊、绿色被粉色救过，樱花粉他是在电力间做任务的，对吧？你看这小丑也可以证明我的那个位置了，如果我是内鬼的话，我干嘛还要把那个青春绿跟青色给投呢？所以说我个人还是感觉这绿色吧。到底谁是内鬼？你不投就更暴露了，绿色暂定不带刀，投樱花粉。那个吗 ？Five minutes later， 我有开会，那直接出呗。哎，反正就泄露了。黄色跟我一起修的，没有可怀疑的余地了呀。是那个，到底谁被招了呢？蓝色倒垃圾了。想开点吧，别回来被别刀了。我说
了一个阴兵任务，然后粉色是要做任务吧？对，然后我就看粉色做下任务，打护盾吧，点不掉了，护盾亮了，赶紧去找返回。黄色干什么去了？黄色在这儿也不行，黄色先反派呀，你个啥呢在这儿？蓝色跟粉色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蓝色倒垃圾了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蓝色倒垃圾了，然后粉色打不顿了。首先黄色没有跟咱们去看做任务，反对破坏之后，你还在外边溜达啥呢？就剩十几秒了，你还不摁住那个玩意儿？你这一点不像一个正常船员能做出来的事儿。先投黄，不是的话投砍，是吧？黄色让我活。